这个安童哦，我这不是叫你干单的、啊，后来你这单不是那么简单了，我都给他盯上了。啊，魏总的单来到家了，有啥事爱卡你吧。感觉怎么样？真的没有那么简单。哦，打门打我缓一个停车位，打给你好再接了。哦，我在葫芦的时候，打这些是不简单。它是有重量的，是有重量的。哎，一起当用一起停机啦嘞，不要那么容易啊。每年到春天的时候，家家户户的话，有葫芦哈，他就挑着蛋蛋，大笨蛋哈，他来到这板城养牛家、野牛家哈，然后就煮一些好吃的东西，要来哈祭拜祖先，要来追念祖先哈，这大笨蛋哈，煮花葫芦里面选的对应水来对，一年挑笨蛋选啦。来到这里收站，其实路途来讲的话，大概这样子哦，两三百公里。我度假修花搭水的对吼，本来那边因为的东西也许拢更加精髓吼，其实蛮有一点重量。那妇女的朋友的话，一银刀挑着饭蛋来到这里了解板神养牛家其实是这样很不简单，也代表说妇女的话是蛮吃苦耐劳的。电妞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来收妞。咱的先民发生着一种不幸的灾难，到即嘛已经169年了吼。即长期以来，咱的先民吼，代代对这个代志，一方面是感觉讲非常的唔甘，非常的悲痛；一方面呢，咱纪念咱的先民吼，其实嘛是凝聚咱地方一种的生命力，就对。现在由来因小阿今仔日吼，是希望讲咱大家。会当有一个整体，对这个水灾非常危险就对了吼。